看一下他的这套自由操。哦，张瑞本来是一个艺术难度的动作，但是一落地就没有了。张瑞做了一个很规范的一个立转七百二，加一个盘身跳转七百二的动作，这是个零点二的价格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出现这盘又没有了，这个。啊，原来立转1080，1008，也是个地方。世界凤凰两周，地图。这脚底一打滑坐地了，0.2的加分就没有了，还扣掉0.5。本来这个动作是也不承认了，这样的估计他的起评分我给他算一下只有9.2了。啊，看一下跳马。哦，跳马这个动作完成不错，是一个前手翻躯体前翻转体180度，是一个9.6起平的动作。这动作完成的还不错，但是难度太低了，所以分数不会太高。第一腾空稍稍有些分腿，这一步要扣掉0.2，如果裁判严点掌握的要扣0.2了。湖南选手廖辉凯，啊，廖哥做了一个有耳轻科，转体540度，这是个9.7起平的动动作。这是有耳轻科转体540，空中的姿态也不错，9.7起平，得了9.334。这是
盘身后空翻转体36站木，这动作非常难了，是一个一组难度。那么这个动作可以获得一个 0.3 的加分，羊跳 0.1。 分腿跳转，然后是一个科尔布的360，这也是个 0.2。 挺身前空翻，哎呦，稍微动了一下，这可惜了。珠宝前空翻站木，原地立转360度。哦，他的下法是一个直体后翻，小翻小翻，这个直体后翻转体1080度。他的这套平衡动作我给他粗算了一下，是一套起平分9.9的一个起平分的动作。它里面有两个非常难的，就是一个是就刚才下法，它是一个 B 加 B 加 D，B 加 B 加 E，B 比 E 的话应该是十分了。来看一下张玉飞的这套高低杠的动作，他是从低杠的长整趋势上后摆成手倒立开始，掏腿换入到高杠，跳空大换转体180成反握，分腿反掏，然后接一个 B 式转体，再大换转体360，接着接一个叶格空翻，然后是前摆直体空翻换入的低杠，分杠回放换入高杠。好的，漂亮漂亮，他的下法非常稳，直体后翻两周，动作完成得很漂亮，他的下法至少可以获得一个 0.05 的加分。来看一下，这是 B 式转体成反握，扭臂握 B 式转体，这是一组难度的动作，三千大换转体360也是 C 组难度，这是 D 组难度，再接一个 D 组，这个下法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。下面的这是湖北选手郭向哲，来看一下他的这套平衡木的动作，助跑团身前空站木，哦，这是 0.3 的加分了，一开始就是 0.3， 助跑团身前空站木接一个羊跳，好的，小翻接一个团身后空翻站木，这个 B 加 C， 这没有加分了，交换四叉跳，蹲跳360，再接个羊跳，这一串能不能认定他？因为他这个中间的动作停顿时间稍稍长了一点，但是最终还要靠裁判员来认定他有没有连接加分。哎呀，大家谢谢了。
助跑团阵强嘛，战木虽然只是一个 0.1 的加分，他这一动作有的时候并不好完成。因为后空翻的时候啊，你看到这个木头啊，要比前空翻看到木头的这个要早。前空翻下来以后，你再看到木头，有的时候啊踩不准。好，它是一个助跑，直体转体360，直体前空翻转体360下。这个动作要求啊，就是脚要平头，脚步平头，它就要降阻。10.05起平，得了9.834，这是今天最高的得分。